这是我为了刺杀伪装成的宫女。哎，好紧张啊！第一次刺杀皇帝，不知道皇帝好不好杀。外面那个就是皇帝，听说他因为失眠很暴躁，但是看起来还挺静。哎，他不是个疯子。他看到我了，出来收拾一下。屁！你知道这几年来侍奉我的人非死即残吗？知道。你觉得你能活到明天早上吗？皇上您可别吓我，我可是好人。哦，说是忠还是奸？一介百姓。好，说得好。说得这么好，朕总得赐你点什么。不如赐你一死吧。现在归朕是个机会，等他松懈我就趁机动手。他怎么这么久一动不动啊？他竟然睡着了。抖音